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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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妈呀，跑哪里去了？三个都是不省心，不像的把我放了，你们快快的自己搬好，要不然的话让你们死无全尸。想是挺美的啊，我们好不容易挣脱，还要自己搬回去吗？我们有那么蠢吗？你搬不搬回去，难道还要我动手吗？嗯，现在是我们动手了，不给我们饭吃也就算了，还天天打我们。
哪里行呢？老大上面吩咐了，赶紧走去吧，不要回家了，我怕了这里。走走走什么走？外面还有扫猎人呢，要把你们抓起来怎么办？你出得去吗？我小鹿啊。小鹿往哪里走？听到没有？外面还有50号小兵啊！你们跑出这个砖头吗？你把那个绑起来，拖过来。再说，荒山野岭的啊，豺狼虎豹样样有。山高王地远，谁管得了？瞧这里，识相的把我放了，然后把你两个放了，把他绑起来。想什么呢？啊，大白天的想什么呢？我最少要跟老大有个交代，要不然我死都不知道怎么死，是吧？我们宁愿出去一次，也不可能在这里天天被你们打。我又不慌不忙，你只是把他留下来而已啊。那不要走，我们一起走，怎么可能把他丢下？对啊，你们不这种不法分子啊！你是想让我们见死不救是吗？丧尽天良，那个心都是黑的吧？你自己走，你跑得掉吗？啊！有没有小鹿？没有，我指路，你们指挥不找出两步，你们就、啊、对、啊、这是吗？没有小弟的地方，往哪里走？不说给你、不说是吗？走、我走，说不说？说，你不说什么？不说猴子摘头。哎呀，走，赶紧的，识相的，赶紧说。那个后门那边有一个草坪，不能说。草坪里面有个地洞，从那里地洞一直走，一直走，就走到大公路了。是我没有小弟的，你不能说。刘头，看一下，不怕没香香。他们绑了，明天我们再继续抓，一样是赚钱。还要抓啊？我可能放你们出去，还要拖害别人吗？我们要不要报警吧？报警，别别。不能报警，我们没有手机，这里山咔咔肯定没有信号，等一下我们跑出去看到路人在报警啊。不能让他们再去祸害别人了。就是啊，找人家的父母天天以泪洗脸的。有条小路走到大公路了。没有小弟吧？没有。那你把他敲晕，我们赶紧跑。